有钱玩沉香，没钱玩蚊香，摘下大叶，挑掉枯黄的叶子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晒到完全脱水，捏起来脆脆的就可以了。这一步强烈建议你们用研磨机，你看锤了一个小时还是不够细腻，要锤成这样的程度才可以。一共就这么多，我感觉手都要废了。仔细检查一下，把其中的叶梗给挑掉。单挑完艾绒，又得来敲木炭，过一下筛，留下细腻的粉末。粉和艾绒的比例大概是1:1。再来点雄黄，家里没有粘粉的可以用糯米粉试试。水要少量多次，一点一点的加，就像揉面一样，把它揉成光滑的面团。铺上油纸擀平，切成1厘米宽的长条，它不像真正的面团会比较容易断，所以盘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阴干一天就可以了。艾草不仅可以驱蚊，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，女生那几天不舒服也可以试一试，但是一定要注意通风哦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